至足歇所释方歇士人。温汤自知，又方马陷大蒜，又嚼干姜涂之，加摇方以冷水自试处，即不痛，水微暖便痛，即一水，又以冷自固步拓之，数亿新效方，属葵花、石榴花、爱心分等，并五月五日午时取阴干和捣和水涂之试处，立定，二花未定，又鬼针草知敷之，立柴又黄丹醋涂之，又生乌头末拓敷之，嚼干姜涂之，又射封之，温酒自之，即欲复方孙真人实际煮些事，以矾石一两，醋半升，煎之，头矾末于醋中，进士处，又胜金方乌头末少许，头醋掉敷之，又前向拱切中方，取半下以水盐涂之，立止，又十一心境以醋磨附子敷之，又经验方以驴耳垢敷之，差催给世传广利方，治些世人痛不止方，处数白之涂之，利差。